就快到了。咱们这不是去中山公园吗？这是哪儿啊？这个，这是除了我家之外，我最熟悉的地方。<笑>难道说你在这个小区还有一套房子啊？我一个人倾国冷灶的，这我没第二套。<笑>那咱们跑这儿来干嘛？这是我前妻的家。你是告诉我你忘不了你前妻啊？别，你千万别误会啊！我现在是一心一意的追求你。那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，你不是说现在你最担心的，就是你儿子，怕你儿子不能接受我吗？是啊，如果我儿子不同意，我宁可不再婚。我今天啊，就让你见一个男孩，他就有两个爸爸。一个是生父，一个是继父。你是在说你儿子吧？是，我儿子就管另一个人叫爸爸，叫的比我还亲呢。是吗？哎，那他现在过得一定很好了。别的我不好说什么哈，以前呢他逃得没边儿，现在是德智体美诸方面全面发展，人见人爱，行不行？见见。嗯，那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想让你看一个重组家庭的成功范例。谁呀、啊？来了！哟，老胡来了！啊，来了，老虎来了！去，别没礼貌，叫胡叔。啊，胡叔，胡叔。哎，老胡，怎么换发型了？我准备用新的形象去迎接新的生活。有新生活了，好好好，这个坐坐我们家不太新的沙发。哎，没，老胡来了。干嘛来了你？瞧你这态度，我来看我儿子怎么不行啊？没人说不行。嗯，可是你能不能来之前提前打个招呼？哪有这样的啊？我们家是公共场所呀，你想来就来，推门就进。哎，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。你们家什么地方啊？你们家也不是你们医院是不是？还得提前预约开刀动手术，提前预约看专家门诊。如果要是这样的话，我现在就预约一个明天下午，不，明天凌晨4:01的号，我就来。叮咚叮咚叮咚，没法跟你说话。哎，看你这心情不错呀，最近生活的比较潇洒。潇洒什么呀？我这个人在感情方面严重的缺失，尤其是在爱情方面。没法不缺失，一天到晚东跑西颠，都不知道你忙什么呢，到处乱窜，谁看得上你？哎。想看人是不是？我今天来啊，就是向二位宣布一个好消息。嗯，我刚刚结识了一位异性朋友。哎，你们猜他叫什么？巩俐。沾边。嗯，宁静。答对了，50%。他的名字叫文静，刚刚离异，有一个7岁的男孩，我准备用非常手段在近期内将他拿下。
哎，不是，你打算用什么非常手段把人拿下呀？啊，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非常手段，就是我想打一下亲情牌。亲情牌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胡一统一不是帅哥靓仔，二不是教授大款，我凭什么将人家拿下呢？凭什么呢？你问谁呢？我哪知道你凭什么呀？我凭的不是别的，就是刘星。刘星？刘星怎么帮你把人家拿下呀？是啊，老胡，你把我们都弄糊涂了。不要糊涂，文静说他现在只为一个人活着，你们猜这个人是谁？谁呀？老胡呗，还用说？扯了吧！我告诉你，人家离了婚的女人，尤其是单身母亲，最重的就是孩子了。肯定人家有一七岁男孩，那肯定儿子。答对了。哎，我就是让文静知道，刘星自从进入你们这个家庭之后，特别是管你叫了爸爸之后，生活的是多么开心，多么幸福。哦，你是想让刘星去现身说法，证明这个孩子不能没有父爱。是的，孩子是不能没有父爱的，一个孩子缺失了父爱，他会很难过的。所以我让文静知道，我能给他的孩子以父爱，如果他有了父爱之后，他是多么的幸福。哎，别说，你这么想还真对。哎，你必须对人家的孩子好，这样你重组以后的家庭才能过得幸福。是的，如果他知道这个道理之后，我就是有福之人，不用忙了。哎，要按这么说，我们家确实可以给你们做做榜样。说对了，所以我想请刘星出任你们家的形象大使，隆重的出席今晚的饭局。我想把饭局搞得隆重一点，又隆又重。哎，胡一统，嗯，能给你个忠告吗？洗耳恭听。这个中年女人呐，尤其是离了婚还带着孩子的女人，人家过得都非常实际，人家要找的是一个生活伴侣，一个过日子的老伴儿。你用不着搞那么奢侈，那么复杂。那所以我决定了，少花钱多办事儿，甚至不花钱也办事儿。我回来了。哎呦，回来了，爸，您来了。来了，赶快把书包摘了，跟爸爸去吃饭。哎，我昨天还没洗完呢。哼，行了行了行了，给你俩钟头啊，出去玩去吧，回来以后再洗。行了，这两个行了。再见。哎，好的，马到成功啊！谢谢，再见。再见，再见。早点回来啊！来，请进。谢谢，谢谢。爸爸。爸，您最近打麻将又输钱了吧？我是从来不打麻将的。那您干嘛给我们找这么小的饭馆，能吃什么呀？没事，普普通通的挺好的。挺好，挺好。哎，先生，这是我们的菜单，您先看一下。哎，刘星啊，你刚才说你爸爱打牌啊？是，瞧您问的，他这外号就是由打牌来的。是吗？什么外号啊？一桶壶啊。来，这点菜，点菜，请请请。哎呀呀呀呀！您喜欢吃什么您告诉我就成了，我帮你点。随便吧。啊，那成，那就先来一个清粥骨。为什么点这个呀？我减肥呀。这阿姨需要减肥吗？爸，这就是您不懂啊。现在女性朋友啊最流行的就是减肥了，不管防守。还挺幽默的。那行，那就来一个吧。来一个。刘星啊，那个你在学校哪门功课最好啊？当然体育了，啊，不过别的就不灵了，反正老是在生死线上下徘徊。这孩子就是太谦虚了，去洗手去。行，洗头洗。德智体全面发展，品学兼优。
我看呢，刘星比你诚实多了。是的，他虽然学习上差点，可你发现没有，他特别的快乐。那倒也是。那个阿姨，哎，听说您还有一儿子，现在七岁了。对啊，上小学一年级啊。太惨了。怎么了？当时我爸和我妈离婚的时候啊，我都三年级了，我都受不了。哎呀，我觉得呀，我是世界上最惨的孩子了。我估计我现在学习成绩差啊，都是那会儿落回来的病根。我先去洗个手啊。来来来。这是20块钱，拿着它打车回家啊！干嘛呀？我还没吃呢。你就别吃了，你要再不走，我这媳妇就该走了啊！那下次再补，行吗？改日再补，回去吧啊！打车啊！我早就不想吃了，我。天罗。哎，刘星呢？是，他突然想起还有功课没做完，回去写作业去了，太爱学习了。你该把饭吃了吧？我说也是，他走了。哎，我觉得还是二人世界好。哟，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吃什么大餐了？刘星，怎么了？不高兴啊？哎，刘星。怎么回事啊？吃饭了没有啊？没吃，我心情不好。嘿，没吃呢还？那我们都吃完了，我再给你做点吧。不用，我不吃，我不。哎，刘星，别走。你们俩先回屋吧，我们跟刘星说。来，刘星，过来。怎么了？这是？对啊，出什么事了？啊？你爸爸兴高采烈来找你。高高兴兴的想让你帮这忙，还全指着你呢。我哪知道他指着我呀？本来我一进门，我还真以为他这几天想我了呢，想带我出去搓一顿去呢。谁知道大楼饭馆来一女的，妈您知道吗？就那女的，还有一个7岁小男孩呢。那女的肯定特别想嫁给我爸，让他孩子管我爸叫爸。哎，刘星，你可不能这么不懂事啊！人那女的怎么就不能嫁给你爸了？而人那小男孩怎么就不能管你爸也叫爸呢？你管我不是也叫爸吗？小雪、小雨，管你妈不是也叫妈吗？刘星，你可不能这么想啊！我一直觉得你挺懂事儿的呢。啊，怎么着啊？你就想让你爸爸一辈子打光棍？啊？你想想你爸爸平常多可怜呢，尤其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尤其逢年过节的时候，咱们这儿都热热闹闹的，你爸就一个人。孤独不孤独啊？啊，你就不想让一个阿姨来爱你爸爸？啊，家里还有个孩子，温温暖暖，快快乐乐，让你爸爸得到点幸福。啊？就是，你也算是个男子汉了，可不能这么自私啊。就是，你可不能这么不懂事儿。我怎么不懂事儿了？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着，我一看我爸旁边有一女的，我心里我就来气儿。哎，行，我以后改不行。下来干嘛呀？这样多好，你能视野开阔，能感受到叔叔的肩膀有多么宽厚啊！你就赶快放他下来吧，你看这么大日天你都出汗了。哦，只要孩子喜欢，天天这样都行。不是，梁婉，这孩子胆子有点小。胆小啊，更该锻炼。男孩子呀，就要有男孩子的样子嘛。你放下来。哎，都耳朵。放下来。哎，我放。别闹，叔叔。哎，在哪儿吗？哦，这儿。哎，好。妈妈，我渴了。渴了。叔叔啊，给你买水去啊！哎，快谢谢叔叔啊！这孩子，过来坐坐。亮亮，你看你这样多不好啊！叔叔是喜欢你啊，才会这样子啊！我
不喜欢他，我不要他背我，我要我爸爸背我。哎，水来了，来。哎，胆小。对，胆小，缺乏父爱。妈妈，我打不开。哦，还有恋母情节，更典型的缺乏父爱。你别瞎说。我没瞎说。妈妈，你不是说叫一个小哥哥来陪我玩吗？啊，是哦，是哦。那小哥哥叫刘星，他是我儿子。你等着，我去找他啊，等着啊。亮亮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啊、这就是刘星小哥哥。你好，什么情况？胆小。亮亮啊，你不是喜欢打拳击吗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哥哥啊，拳击打得可好了。不信呢、啊，你去试试问问他。你会拳击？那当然了。你能教我吗？哎呦，哎，那你现在几年级啊？一年级。哟，那我是三年级才开始学的，那我就不能学了。那可不一定，如果你要是表现得好的话，我可以考虑考虑一年级就教你了。真的？那当然了，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。难追是了吧？是的。那你怎么教我啊？哎，我准备啊，初步教一下你的步伐。看了啊，是这样。你看他们玩得多好啊。这胡一彤也太不像话了，哦，合着没孩子他还娶不上媳妇儿了？哪有这样的呀？跟他说了半小时，半小时，八点了还不回来，这孩子一点作业没写呢，什么事儿啊？这叫行了行了，可气！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？叫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，生气也没有，忍忍吧啊。我回来了，小兄回来了，我还带回来一个啊，谁呀？是谁啊？你叫什么呀？他叫亮亮。亮亮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亮亮你好。叔叔好。哎，真乖啊。干嘛呀？他干嘛手老攥着你衣服啊？哦，这孩子是挺乖的，就是胆儿小，怕见熟人。小孩，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亮亮。哦，你叫亮亮啊？我叫小雨。哎，咱俩差不多大。哎，去我屋玩吧，走。嘿嘿嘿，哥，小雨他跟他挺好。哎哎，刘星，你别玩了啊，赶快写作业啊！哎，上书房写去。哎哎，别看。我觉得吧，你说的对，这个父爱对男孩子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。那当然了，不管你对孩子爱得有多么深，父亲这个角色是任何人也替代不了的。你现在的当务之急啊，就是要给亮亮找一个爸爸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我除了给亮亮找一个继父，我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吗？当然了。这个我们也相处了有一段时间了哈，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啊？我觉得你这个人挺好的，真的。听你这话茬，你同意了，那我就现在正式的向你求婚。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，哦，对对，我明白。你的意思是说啊，如果要正式的求婚，应该有一枚戒指，还要手拿玫瑰花。哎呀，今天太匆忙了，我哪天再给你补好不好？你误会了，老胡。哎，这让我该跟你怎么说呢？请直言。我考虑过了。啊。我觉得吧，这个最好的父爱，还应该是孩子他亲生父亲的爱。对。哎，可你已经离婚了呀。可是什么？我想。你想什么？我想和他。你不会说你想和他复婚吧？我就是这么想的。哎，原来我是空欢喜一场啊！哎，你怎么想起和他要复婚啊？老王，哎，
你先别激动啊。那个你看吧，上次吧咱们跟刘星不是一块吃过饭吗，他说你们离婚对他造成的伤害很大，哎，我就觉得吧特别对不起亮亮。离婚这件事受伤害最深的还是孩子啊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再给亮亮他爸爸一次机会。合着我白忙活了。大哥，其实我觉得你这个人挺好的，也挺幽默的。哎，我向你保证，如果我不能复婚，你是我的第一个选择。得，绕了一圈，我成替补了。吃饭啦，小东海、小雪、刘星、小雨，快带着亮亮过来吃饭了，快。好了，亮亮，你呀、就跟那个黄亮亮，哎，我今天来。我妈怎么还没来呀、今天呀，你妈妈不来了，你妈妈就让你呀、在阿姨家吃饭，妈妈要跟那个胡叔叔谈事儿啊。哎，哥哥问你一个正经事儿啊，是不是啊？嗯，你觉得那胡叔叔好吗？他以后可是要做你爸爸的。不喜欢。吃饭了，饿死我了。我喜欢他，让他和我妈妈结婚。对，这小孩挺有眼力。是。他像我爸，长得像，说话也像。哎呀，你别看我爸现在笑眯眯的，其实啊，他一生气可凶了。哎呦，发起脾气我很凶的。那就更像了，我好想我爸爸。谁啊？妈妈回来了。哎，亮亮，亮亮不是。哎呦，你好，是刘星的妈妈吧？啊，对对，你是文静是吧？是进来吧，进来吧。不用不用了、谢谢您帮我照顾亮亮啊。快跟阿姨说再见。阿姨再见，叔叔再见，哥哥再见，再见再见再见啊！哎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人家自己把孩子弄走了？这胡一统呢？怎么了？成了替补了，好饿呀。